哎，这个 vivo Y85 的手机已经用了三四年了，差不多。具体什么时候买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上面提示我用了陪伴我是多少天了。其实我有1000多天了，再说用了3、4年了，今天去测试，售后那儿去测试，说是主板有问题了，换个主板得600多。没必要换，先凑合使吧。反正这手机估计也该换了，有时候卡也不行。